我算是看出来了，这些人就是排挤你，瞧不起你。哎，嫂子为你抱不平啊！这群人成天只知道开会，说什么统一行动啊，然后我好不容易差点把事儿办了，愣是被他们给搅黄了。哎，山鹰，你别看这四明现象，你要想办点什么事儿啊，这比登天还难，那小日本看得可紧了。搅黄了。 要是我把这水给他搅浑了，我是不是能够浑水摸鱼呢？浑水摸鱼？啊，对了，我听说那个日本小队长经常一个人跑去天凤楼去搂女人，你说这是不是把水搅浑的一根好棍子？等我把大事给办了，我就让这群人知道姐姐我是有多厉害。 我海棠专杀小日本，以后再陪小日本睡觉。姐姐，我要了你的命！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谁干的？太君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我那天害怕，我一直躲在被子里呢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 没看到。你说这好好的一张脸，要是被划成了花瓜，可挺可惜的。我想起来了。 周爷大嫂的刀将壁虎钉在了墙上，这是神勇，胡扯！明明是掉在地上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出现在妓院，还用这种方式奉承你，来逃避我自己的责任。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？我早就跟你们说过，大日本皇军的字典里没有对不起三个字。是谁干的？那个妓院的妓女说。 是个年轻的女子，叫海棠。海棠，这应该是一个组合的代号吧，就像你们樱花组。可他们为什么要在妓院杀人呢？他们要制造混乱，扰乱我们的视线，然后好和老爷去接头。那妓院的杀人案，我们就不管了。
不，正相反，我们还要继续追查，让他们以为我们上当了，这样他们会放心的跟老爷去接头。老爷那边的线索还要继续追查。那海棠小组的人，想不到我们会猜到他们的意图吗？这样岂不是很愚蠢？不，我觉得他们不蠢，他们内部不是铁板一块，一定是有人擅自行动了。站住！证件。啊，太君你好，我是来找严小贝医生的。那个，你能让我进去吗？证件。要不然你帮我把他叫出来也行。证件。喂。山鹰，哎，小贝姐，我就知道你会来。都合証明書がなれば誰でも入れません。彼女はいとこです。会いに来たから入っていいですか？それは無理です。ちょっと話します。那这样吧，你先回去，等我弄到通行证，我再过来找你。嗯。帮我个忙，帮我把这个东西交给同福客栈的一对新婚夫妇。那对夫妇我认识，你就是。务必把东西交给他们。嗯，小贝姐再见。哎，再见。嗯，再见。哎，那老爷可真难找啊，白折腾了一天，这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吗？大家千万不要泄气，我们在找他，他也在找我们。日本人设防再严，只要时间对，地点对，他自然会出现。自然还是必然，这是个问题啊。我会解决这个问题。坏了坏了坏了，哎，出事了出事了，昨哎雪婷呢？哎呀，雇黄包车去了，出什么事了？昨晚天凤楼里面的日本兵被人打了。打得好。好什么好啊，人家会有警觉的，这不影响咱们接头吗？这回是谁干的呢？该不会是野山鹰那个大混妞吧？马上回客栈。哎，哎，雪婷都不管了。报告，我们从一个土炕中发现了上等兵柳村太郎的尸体。他是去跟踪谁去了？柳村是被您派去跟踪在火车站有异常的两个人。刚才跟我说话的那两个人，我离他们那么近，他们为什么说话声音那么大？他们是在告诉他们自己的同伙，他们住在同福客栈。是。立刻去同福客栈。嗨，野山鹰，妓院的事是你闹的吧？是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单独行动。你要是坏了海棠小组的事，可负不起责任。那谁对刘三他们四个人的死负责？你吗？你这是胡闹！我这是战术。是混水摸鱼的战术，你懂吗？你们一群人费劲巴拉的跟老爷接头，结果没接上。我这混水摸鱼一搅和，结果接上了。嗯，这是老爷给的字条和通行证样本。